大家好，这是两枚保全局的康熙通宝，这一枚是28加的，这一枚是29加的。一般我们最常见到的康熙全局，直径在26.5毫米到28毫米之间，直径上28毫米以上的就可以称为是大雁了。上28.5毫米以上的就相对比较少见。这一枚29加的应该属于是康熙保全局早期的初铸特大雁，就更为少见了。所以它的市场价格要比普通的康熙全局高不少。特大雁的版别也不少，这一版属于是特大雁的基础版。特大雁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扩源版，是属于二级 B，它的市场价格就非常高了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